金牌麦克风来到位于屏东县内埔乡的屏东科技大学，是目前台湾占地最广的大学。这里拥有全台唯一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、流浪犬收容中心以及工作犬训练学校。因为校园辽阔、环境优美，屏科大被外国留学杂志评为国家公园大学。在这个宛如一座天然公园的屏东科技大学，昌信又会发现什么新奇的事物呢？听说啊，屏科大的牛奶又香又纯，喝了之后可以养颜美容，考试都可以一百分，我今天一定要喝到。昌信，金牌麦克风都要开始了，你还在这边偷牛奶？牛奶！啊，合作社就有卖了，还穿成那样干嘛？哇塞！哇，好多人哦！果然是我们最大最棒的大学！哟吼 ！Hello！ 金牌麦克风。我们到哪一所大学海选？屏东科技大学。没错，这个声音有够大，而且我刚刚算了一下，我们校园将近300公顷，是不是？你看，1公顷，我们的概念大概是4个足球场，所以总共有1200个足球场大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真的太大了啦，这开车三没三地把水没掉。而且我们里面有很多好玩的，我知道有动物园，还有果园，我有吃过奶鸡，而且我看到红毛猩猩啊，还有长臂猿啊，而且都是很多保育类的动物，所以希望下次我们来到这里没有露营的时候，你们规划一下带我们出去玩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在这么有资源、这么棒、这么美的校园，希望大家今天的表现可以非常好，拿出好成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评审老师，首先第一位。专辑非常好听，我的世界没有你的音准的萧宏仁老师，欢迎老师。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流行音乐达人黄子佼老师。接下来这位是我们歌声非常温暖的音乐创作人品冠老师，欢迎品冠老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大家长，有请行政副校长兼主任秘书刘英伟刘副校长来为我们支持鼓励，谢谢副校长。好，我们英俊的主持人，三位专业的评审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全校我们的可爱的同学，大家晚安。天大地大，屏科大。好，谢谢我们台视金牌麦克风来到我们学校，提供这样子非常好的这个设备来我们学校来做一个取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真是谢谢刘副校长。而且今天也是我们金牌麦克风首次在屏东海选，希望大家可以拿出好成绩。好的，我们来到屏科大的校园海选正式开战，加油！金牌麦克风比赛规则：选手演唱歌曲过程中，评审随时按灯，无亮灯或亮一个灯即为过关，亮两个灯即失败，进行加分题，亮满三个灯直接淘汰。过关选手下一站将登上 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节目擂台，接受更艰难的挑战。我欢迎第一位，过去青草地上看星星，什么都看心情，如今只配吃饭不看电影，看三 D 会头晕，我的心曾经是个少女，
美丽，相信自己，找回我的爱情。我不叫杨婆婆，请你叫我美丽啦。我不叫杨婆婆，请你叫我美丽啦。肩正好，怕你看到你最大懊恼。我撑到爆，同去的妹妹全都碉堡。你骂我松垮垮，啊哈，我不啰嗦。问问你爸爸，还记不记得杨婆婆？我活得精彩，爱慕者多到无法计算。高血压、糖尿病都不能阻止我的性感身材，叶子妹。烈士林青霞，风采像吹台青，穿上黄金甲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公馆新经。OK OK， 麦叶有点冲，所以这样就 OK 喽。你们知道我们这一组为什么有一点点不一样？有人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OK， 我来告诉你们，我们的参赛者跟介绍人对调了，所以我唱完了都没有亮灯，所以我们过关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有点暴动哦，在暴动什么？哪里？啊？哎，哦，原来是你，美丽的董事，余文娟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科工业管理系二年级的黄宇文，我来自嘉义。那我今天希望有很多人可以喜欢我的声音。你跟前面的那个表演简直是天差地远，你们这个学校好有特色。你是紧张吗？对啊，很紧张。你不能紧张啊！你看你刚刚的杨婆婆这群人把你这样子拱得多好啊！掌声给这杨婆婆们鼓励一下。然后我后面这群是你的同学，工业管理系的，现在气势多旺。然后一开始介绍就大家好，我来自嘉义。真的好荡哦！好，气氛差很多，荡太多了。而且这学校口号要改，叫天大地大嗓门大。后面这一群很恐怖，再为他叫一下，预备起。好，才第一组你们就这么嗨，后面会累哦。那请问你要唱什么歌，余文？我要唱蔡健雅的《无底洞》。他还是很冷静。加油，请开始。有时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。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，嘿，回想恋情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？余伟文，你也太紧张了吧！前面那个气势你要延续下去，好不好？你加分题一定要放轻松，好不好？你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，然后很有个人魅力的。啊，你的加分题是什么歌？情非得已。情非得已，加油！稳定，稳定。身为第一位选手的黄余文，虽然富有磁性的低嗓音，但依然紧张到不行。加分题即将带来《情非得已》，余文会用这首经典名曲征服评审吗？
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第一次被这么多嘴唇这么红的人包围，应该蛮恐怖的吧？虽然都是你的同学。余文，我们刚刚还是在讨论你的紧张，然后讨论你会不会唱歌，因为你有天生的好声音，这个很珍贵。可是我们也觉得你能唱歌，问题就在太紧张，请你务必克服这一关。我们台视见，恭喜过关，谢谢。下一位。